星期。Thank you.
天主，求你振作我们的精神，使我们以全部热忱善用你的圣宠，多蒙你的救援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有望。
放在人子的面前。耶稣主与你们同在。耶稣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应当小心，不要使你们的心被贪吃和醉酒所麻痹，被人生的挂虑所困扰，以免那意想不到的日子临到你们。因为那日子像罗网一样临到世上的所有居民，所以你们应当时时警醒，常常祈祷，好使你们能逃脱将要发生的这一切事，并能站在人子面前。”基督的福音。我们在刚才所听到的福音呢，给我们说了什么呢？要常常祈祷，是不是？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那个时候，所说那个时候呢，就是最后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到来？就是保持警醒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接着明天就要进入新的一个礼仪年了，所以是在告别旧的，要进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。正如你们这几天参加爱加会，也是即将告别这个地方，要回到自己的家里。你们过去所学习的，我想你们都很熟悉啊。从第一天开始，你们开始有没有吹气球啊？有啊，吹气球做些什么呢？哦，是要参加这活动当中的一个意思，要参与天主创造的工程，对不对？就是天主六日创造天地，我们用气球，特别在门口的气球呢，要表达出的是天主造什么？光。天主说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然后下一句呢，天主看了认为怎么样？很好，你们的主题曲不是 very good very good 呢？就是这个，对，就是看见了光，天主认为光好，把光就是展现在我们面前。我们有光才看得见彼此啊，要不然天黑黑啊，屋子里暗暗的，看不见对方会害怕。现在很光亮啊！接下来你们在这个台上又做了些什么呢？是天主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以及第六天所创造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有哪些东西在上头呢？有树，还有呢？海洋，有海洋啊！哦，还有呢？天空哦，还有？哦，很多东西啊！凡是我们地球上看得到的，以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呢，都在你们的这个台上给展现出来了。所以你们有没有参与了这个创造的工作？有吗？好，那我们知道气球也可以象征什么呢？我们所居住的地球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学习要怎么样去爱惜我们所拥有的天主所创造的这一切，对不对？天主创造地球是一个好地方，可是呢，有时候我们没有太注意它，我们也不去照顾它，我们搞了一些小破坏，是不是？那有时候这里丢下垃圾了，那边可能随便涂鸦了，让这环境就不怎么可爱了，也不怎么漂亮啊。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小破坏。那我现在看看你们的眼力好不好？
你们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吗？啊？手表？啊？十字架？不是，小小的。太远了，看不清楚，是不是？我再换一个角度给你们看一下。那是什么？你们知道怎么叫这东西吗？啊？对，我们叫做安全后针，或者是安全别针。为什么叫安全呢？有个安全帽啊。那么这个针很尖，是不是？啊，小心插到手，所以呢，把它给扣上来，以测安全。同样的，这小小的也是一样，有个安全扣啊。好了。那我们有时候呢，说话啦，跟朋友互动啦，在家里呢，没有照顾到别人，我们就好像这个安全针，叫安全别针呢，的扣子给拿走了。我们有了这个针，不小心会不会刺伤别人呢？会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说话、做事啦，都不要刺伤我们朋友、我们的家人，对不对？也不要把大地给破坏了，那我们就请把这个小小的气球给拿出来，我们做个实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气球好不好？为什么有一些掩耳朵呢？这气球好不好？好，是。那如果我们搞破坏的话，好不好？我们试一试好不好？用这个小小的，虽然很小，刺下去看看会破坏，你们说会不会？会啊，我们试一下啊。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这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再试第二个？这个我们不要它爆好不好？再来一次啊。一样的啊，所以虽然这针很小，破坏力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示范当中呢，就学会了，如果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所做的事，你认为只是小小不重要，可是呢，可能对别人来说就造成伤害，造成了破坏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我们注意自己的言行，要怀着爱说话，说建设性的话。我们做的事虽然很小，可是呢要有建设性的。就好像我们这几天所提到的，我们的这个爱呢，可以怎么翻转世界？我们虽然年龄不大，力气也不是很大，可是我们做在好事上面呢，在好的时间点上面呢，这个整个环境就会因着我们的好心。好事跟我们的好的行为变得更好一些，是不是？好的，那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跟爱惜我们天主给我们创造这一切好的东西，我们要爱惜，我们也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。尤其呢，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，我们有父母亲照顾我们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是更该多出点力量，在家里面帮父母亲，更好说是应该尽我们自己的责任啊，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自己承诺一下，愿意在这方面多做一点好的事情，可以吗？好像没有力，这个距离有点远啊，我这声音到能不能去，要很久才到啊。来，我再一次。你们愿意在家里多做点好事吗？可以。可以啊，愿意啊。你们愿意多做点好事吗？愿意。我们因此而感激天主，因为有很多像你们这样的愿意做点好事，把世界给翻转过来。
兄弟姐妹。我们聚在这里，愿意呈上我们的祈祷，求天主听我们所献上的这一切祈求。请为世界和平祈祷，求主赐予社会安定和谐，免于恶势力的侵袭。我们同声祈祷。请为神职人员的健康祈祷，求主引领他们在忙于教会事务时，也当自己心理及生理的好管家。我们同声祈祷。请为家庭成员的和睦祈祷，求主恩赐爱的热火，燃烧每一家，凡事包容、相信、忍耐及盼望。我们同声祈祷。请为爱加倍儿童营祈祷，求圣神酒果充满营员的心灵，热诚学习耶稣的榜样，传播对的价值观，改变世界。我们同声祈祷。仁慈的天父，我们把这一切祈求呈现到你台前，求你悦纳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门。
得蒙你欣然接纳，也求你使我们今后常遵从你的诫命，奉行你的旨意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。我的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。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多全能永生的天主，借着我们的主基督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你愿意万有归于基督，使我们分享他的完美。基督尊为天主，借天意至下，以十架上所流的圣血给世界带来了和平，因而被高举在万有之上，成为幸福永生的根由。因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，不停地欢呼。希望和安息的生命，姐妹们。
并请您纪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享尽你光辉的圣名。求你眷顾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、唐真文佛玛利亚、圣若瑟和敬佩、祝圣宗徒，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，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的荣耀，借着基督、显扬基督、在基督内，永远和神圣都归你，直到永远。Yeah.
软弱
大家祈祷。全能的天主，你恩赐我们参与圣祭，不胜鼓舞地分享了你无限美善的神性，而今而后，但愿与你永不分离。以上所求，靠我们的主基督。家长们留步，也请坐下。OK。